各位晚安，欢迎收看今宵花月夜。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个国小五六年级的学生，带领着一男一女比他更小的小学生，三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过街，又是在交通最尖峰的时期。本来想上前协助领导他们过马路，但是发现呢，十字路口的车子大家都慢下来，刹车也都踩住了，大家的目光也集中在他们身上。哎，这个时候才发现到大家热心以及关心他们过街的人倒并不止我们一个。一直到他们过完了马路之后呢，交通才继续的车水马龙起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温馨的感觉。欢迎收看今晚的今宵花月夜。真的让我爱你吗？是否成天真的让我爱你吗？给我真心的肯定。真的让我爱你吗？投入越多越会担心。真的让我爱你吗？我在等待你的回答。我藏在笑容里表情是又害怕又想让你知道的心情，我也难过自己的不善言语，想说在眼睛里的孤寂是又着急又不得不等待的神情，真的需要你肯定的言语。是我故意逃避，请你让我不必再犹豫。不是我喜欢怀疑，只因你的沉默。真的让我爱你吗？是否春天梦里的游戏？真的让我爱你吗？给我真心的肯定。真的让我爱你吗？投入越多越会担心。真的让我爱你吗？我在等待你的回答。是一种火焰，彼此的感觉，如果不能相恋，如何勉强再相对？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可是真要分手却又分不开，感情的纠缠谁也不能明白，又何必在乎地久天长？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就像多情的人总是多受伤，付出的情爱若已不能释怀，是否还依然等待？是真要分手却又分不开，感情的纠缠谁也不能明白，又何必在乎地久天长？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就像多情的人总是多受伤，付出的情爱若已不能释怀，是否还等待？
蔡幸娟给我们的感觉，在舞台上表现始终让我们感觉好像看到邻家的一位少女的感觉，因为造型定位的关系，往往让我们忽略了蔡幸娟歌声中的那份妩媚跟柔情。其实她早已经长大了，非常难能可贵，她清新依旧，歌声依然的甜美，对于一些少女情怀的歌曲，甚至于说沧桑中带一点妩媚的歌，她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刚才两首歌听下来非常的流畅，意犹未尽，接着下来我们再听她带来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蔡幸娟的演唱。
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负心的人，你一定会出现的。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我是不是该来。你怎么说这种话呢？难道我们之间真的结束了？这些年来我怎么对你，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切只能说我们没有缘分。缘分？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所有的朋友，你的亲人，我的家人都不看好我们。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可是我不要一段没有家人同意也没有朋友祝福的感情。住口！我就知道你会用这种话来当借口。我们不要再争了，这只能说我没有福分，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这一次我来是要让你知道我永远爱你，可是我们只能做朋友。为什么明明变心的人是你，你为什么要辜负我？够了，不要再说了，真的很累。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我负你。不行，你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这一定要挑明的说吗？你跟阿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了。我都说了，我没有这个福分，我衷心的祝福你。
被爱带着走，你流一次泪，我受一次痛。你能不能够一个人承受？需不需要我抚平伤口？心被爱带着走，你流一次泪，我受一次痛。你能不能够一个人承受？需不需要我抚平伤口？知道吗？我等你回头。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在他写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写着，一切不幸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同样的慷慨心肠，尽管这是一贫如洗的慷慨，可是他们的感情却是最丰富的，他们可以为别人牺牲时间，甚至于自己。谢谢各位今晚的欣赏，我们明天再见。